哪，就是想法会比较多一点。目前我哪一首歌都喜欢。现在等风吹穿过我发梢，却忘却曾经的感觉，像从前模糊了画面。我其实是在做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最想，就比如我洗个脸，我刷个牙的时候，其实在这种最平常的生活日常就是想法会比较多一点。目前我哪一首歌都喜欢。现在等风吹穿过我发梢，却忘却曾经的感觉，像从前模糊了画面。愿你出现，等风吹带走我思念，这一切仿佛像昨天，还以为你在我身后拥抱我，却找不到理由。随性算吗？就是随缘吧，看哪个顺眼就哪个，就是淘宝爆款。技巧，如果你想穿显腿长的话，你就穿一个高腰一点的裤子吧，对吧？就显腰细，也显腿长。然后，衣服搭配，你就尽量，你黑一点的话，你尽量选穿一点显白一点的衣服啊。如果你是四肢纤细呢，肚子藏有肉呢，我建议你穿裙子的时候呢，它那个腰线最好是胸以下的，然后蓬开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平常穿一些稍微宽大的 T 恤，然后下面穿个牛仔裤，这样子就感觉你还是比较瘦的。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可能。